这个难得的机会，我要介绍一下我们音乐班的导师郑美英老师、陈黛琳老师、黄慧文老师、李翠英老师。谢谢我们的班导师把我们的孩子带得这么好，还有我们的数科老师李培丽老师、李柔林老师、蔡慧君老师，还有我们苏青老师。艺才班一路有您的支持，非常的感谢，在这边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。我要趁这个难得的机会，我要邀请县长带着我们的校长还有我们主任，我们到台上来一起合影留念好吗？这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，家长们手机相机请准备好。好，一二三，我们民意国小站不站？站。民意国小站不站？站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今天谢谢大家，也谢谢老师，谢谢校长。我们的音乐会到这边顺利的结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